我拄仔竟然无落着，嘛紧继续去飞，飞到偌久？哦，可能他飞一群啊，我看他飞外久。你不晓得他是他这个，像他这个日照条件，你不晓得他会满溢多少出来啦、啊？哦，对对对，我没有还没有仔细看，对，满溢多少出来可以供充电用？对对对对对，没错对。一定是够了，而且它有风来还可以再抗风，表示它没有风的时候它是有多出来的。嗯、是得偌济出来，唔知影。我想可能几趴尔啦，无甲十趴啦，因为我加四皮，我算起四皮占无甲十趴。四啊，减去四皮就啊，就无够。啊，加去四皮，会敢起来？哎、欸，刚有人有做过试验，就是用太阳能直接停权这样子，自给自足。我不知道别人的实验，我有看过别人也有做类似的实验啦，但是他没有讲清楚他的条件是什么。通常好像我看到那么多，还要再挂一颗电池啦。嗯。你这个拿去中东杜拜那边，可能几天不用来。对啊，不错啊。我告诉你，印度，我自己去印度哈、哦，我去啊，我去交流嘛哈、哦嗯。啊，我惯系拢会背包扎起好爽。嗯。好、哦，那边家庭朋友好嘛哈。嗯啊去啊！啊，我学生也无去。啊，迄边学生也唔敢甲我讲，甲我学生讲，你老师那较奇怪，逐天拢走一支雨伞。嗯。哈哈哈！今年一年就两天甲三天的雨呢。哈哈哈！啊，我大部分拢感觉好难嘛，你最难得。哦，我看我今晚是头啊，无来，我来你去背，无来，今日就要背一点钟，无分就背一点钟啊。今晚拄好头前，我要检查，你是头几撮？有安排悬空。我来看今晚偌济。7.5万的。哦，你今晚点那个管？电压高的时候，它电流就不要那么大。它是总消耗功率。啊，当电压降低的时候，哈，电子快没电的时候，它电流就会加大。现在是7.多。电压电流成反比。对对对对，它总功率固定，又要电压电流成反比。这个在10年后，太阳能板更厉害啊！跟现在一定不一样。对，我想这样就到底啊。不早了，其实这么侪哈，我想更加进步哈。嗯。这卖三倍的已经最厉害了啦，差不多极限了啦。三倍的缩小三分之一啊。对对对，剩下三分之一，啊，对，就我它中间的板子就够了。嗯。好啊，对。你的抗风就不需要那么强了。对对 对，但是要到三倍的还很久啦。可能再多个50%机会。我当心还是那个进步不是类比，而是它的直接的翻倍啊。其实我有一个专利是就是要做这个的，只是那个要花很多钱才能做到。我现在还在找钱。现在汽车的电池工业也是每个都在动这个脑筋啊。对对。燃料电池到底成本要多少？对对。哦，这真嘞，已经吹超过讲，我怎无落着的对啊？啊，这我较快嘞，无落着，赶紧我落，我紧就来看，差几分钟啊？看嘞，还飞偌久？你啊，提一个迄落啦。
可以。苦啊吼，啊为顶面安尼苦过，苦苦啊，敢讲无线，变魔术不拢爱安尼。啊对对对对对对。无线掉的。无线无线掉。好来好来，风来较，你要顶较，你要无啥搞。有风。你抗风的，顶较你要无搞。抗风我较出力。对，无错。但是讲还可以的啊，还是高低在变而已，还可以。你那个刘明志，唔同我甲绑在时钟边啊。我啊，你爱甲竖起来啊，但是你竖起来，伊这吼、啊。啊，头不能。嘿，头要头要。啊，落来啊。无够电啊。今晚几台较内啊？嗯。较细啊。厉害。你看我先甲停落来这里。